你不唱迷糊，两只眼珠子看清爽。开始要拍视频了啊！今朝天气特别好，太阳照下来特别热，热死脱了，毛病好了，开心了。同志们好，白友们好，我是龙哥，闪亮登场。哎，把顶帽子戴了呢，这顶帽子戴的还可以吧？像不像特务？像007吧？不像啊，像这样像那个啊，有点像那个啊，柯柯伯啊，私家侦探啊，私家侦探老龙哥，老龙哥不太好听啊，还是小龙哥比较好听啊，私家侦探小龙哥啊，重新登职场好不好？刚才进来太匆忙了，反应不好，兄弟们好。龙哥闪亮登场，这顶帽子哪能还可以啊？哎，人家想嘞，戴帽子做啥？戴帽子干嘛？又没太阳，在家里戴顶帽子，这种就叫仪式感啊！啊，好了，今天天气非常的阴冷。龙哥开启地暖啊，刚才点香祈福啊，在跟当地的地产社洽谈生意啊，生意完成之后呢，赶紧做视频啊。那么昨天有很多的网友啊给龙哥留言啊，在评论区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，有很多朋友说龙哥呀，是不是那个最近感觉就是说。做那个视频啊，已经到了一种瓶颈区，就到了喉咙口，想突破的话非常的难。当然，瓶颈期这种事情呢，肯定会有啊。同时呢，我也看到最近几天有很多的网友友友啊，都觉得做视频非常的难，做着就没信心做了啊。还有很多朋友，莫名其妙的做了30秒钟的视频啊，当然是没有受益的。突然间一个视频发上去，平台扣了他80分，然后他向我诉求，我又不是12、12315，投诉的这种专线啊，你问我龙哥怎么办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反正尽可能鼓励大家，大家只要发视频，龙哥就强力推荐，推荐一下啊，相互的支持一下啊，这样呢。你做视频也感到有兴趣，我做视频也感到有兴趣啊。包括杭州的乐仔一样啊，他做视频你看每天都是啊雄赳赳气昂昂的，然后呢要不就来一个吹箫，要不就来一个吹笛啊，要不就高歌一曲啊，而且唱歌唱得很用情啊，这种也是一种模式啊，一首歌至少唱半段啊，差不多2分钟左右。哎，人家一听，哎呀，乐仔今天又唱歌了，再听听，哎，至少你玩播2分钟啊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和题材啊。那龙哥呢就没办法了，龙哥只能在家里跟大家嘎嘎散步聊聊天啊。有些朋友说，听龙哥聊天很有意思。那很多朋友看了龙哥的视频之后呢，从头至尾啊，天天在关注我，向我。来一个什么强力推荐，来一个弹幕666或者888，我回复就是999啊，99归1嘛啊，感谢大家一路陪伴，一路的支持。当然龙哥肯定会坚持下去，不管你们观看率有多高，对于我来说都无所谓，我只要每天分享我自己的日常生活给大家，那就 OK 了，那就是我的任务所在，我每天都要打开视频和大家聊聊天啊。那今天说什么呢？今天咱们聊聊那个红包，因为这两天呢，龙哥经常性会看到朋友圈很多有什么红包的视频啊，红包的广告啊，还有什么什么推广的广告，里面放点红包，还有做生意的广告。现在目前疫情啊，很多那个代购啊，全部失去了那个
冻龄，为什么呢？这个货物啊出不去，啊出不去，啊但是国内的东西呢可以过来，日本的东西呢过不去，哎，好奇怪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啊他们就开始什么呢？就是内销，销自己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，啊他们怎么销呢？销就是销中华物产，中华物产中销这个呀，对不啦？大家都很明白，中华物产就是给中国人，啊中国人啊这些。很有吃的啊！哎，好像有个电话，烦死了！不去管他，烦死了，打扰我的思路啊！那么刚才说到哪里了？我忘记了，这个记性不太好。就是那个中华物产店的一些推销啊，每天刷屏，在那个圈里面啊刷屏。有什么什么什么货物在打折，有什么什么螺蛳粉在打折，有什么协调榨菜在打折，还有啥还有个啥个食物来打折，就腐乳啊，就是吃起来那个香香的，闻起来臭臭的，臭豆腐啊。那么呢，这些视频呢，这些广告呢，啊，全部发出来之后呢，要有人去看的嘛，要有人互动的嘛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发红包。哎，发红包就是说发一个吃的美食，他下面就来一个红包，发一样吃的美食下面就来一个红包，那么他在那个群里面一发了，一天要发十几个吃的东西或者二十多个吃的东西，他就要发二十个红包，否则人家不屌他，不看他，没有人互动的。然后红包一出来啊，不得了，下面就是哎呦谢谢老板，哎呦感谢，哎呦支持，什么都来。然后呢，很多人就会去点去抢这个红包。龙哥也参与的，龙哥这边有很多中华物产店的这个群落啊，他们围群啊，每天发送一点吃的东西，你如果要我帮你那个快递啊，然后或者我帮你送货上门啊，他就很精彩的啊，东西也非常的多，很实惠啊，什么有茭白，有鸡毛菜，有木耳。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空心菜啊，还有那个竹笋都有啊，还有那个大闸蟹什么都有啊。然后呢，每个红包发出来呢，它总有大小的，有些小群呢，它呢比较抠门，每个红包发出来，你只要啪一点，它出来什么你知道吗？一分钱，好一点的五分钱。啊，其实这种红包，其实呢，你要不就不要发，发了背后人家还要说你，这个老板这么抠门啊。然后呢，他肯定心里想，发红包只是一种娱乐，只是一种活动啊。但是我们也抢红包，那抢红包是为什么？就是开心嘛。你说你每次发的红包都是一分钱，说人家抢的也没劲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你看，咱们要谈到无双阁了，无双阁相馆，你知道是。怎么发红包的？无双阁只要每一次有活动出来，每一次拍品出来，每一次活动出来，他发出的红包都是100块、200块的，很厉害的。一个红包200块，30个人抢，你想想看，抢的积极性也高了。龙哥第一个手在旁边，李四海、李老师只要说：“哎呀，今天晚上9点，当不见不散。”啊，一个拍卖的红包出来了，我马上下面就是前后呼应嘛，然后就啪发一个烟花弹，啪发上去，然后欧力给，然后一抢红包8块9、10块、12块，多爽，对吧？抢红包就要这样抢，发红包的老板也要派头大一点。当然了，红包只是舆论，不是说名分上，人家这个货物进行一个拍卖或者进行一个后期的宣传。大家是冲着红包去的，并不是冲着他的那个物件去的，那就不太好了。很多人就是为了抢红包抢而抢的，不抢呢他心里难受，很想抢。有些人很要面子，红包一出来他不抢的啊，红包出来之后啊，他至少要等上个3-4秒钟。但是有些人呢就不一样，有些人就想，哎呀，这红包出来到底抢还是不抢的？像龙哥总是第一个抢，这有啥关系啊？有时候我不抢的话，那个李老师他会不开心的，就像这次生日一样的，你看看
龙哥一会儿收一个红包，一会儿收一个红包，一会儿收一个红包，多开心！不管大小，总是一份心意嘛，是不是啊？最少的八块八毛八，我也很开心。啊，你哪怕发0.88，我也很开心；或者0.08，我也很开心。当然了，8888，那我就更开心了，是吧？哎。所以呢，红包这个事情呢，其实我在去年的那个大年初一啊，我也做过一集关于发红包。因为最近呢，我觉得发红包的事情呢，好像现在成了一个普遍性，就是那个群里面啊，就是为了要那个就是人气关注度啊，或者是大家互动啊，都会以发红包的方式。去把这些潜在水底的大人物都把它挖出来，只有靠红包才可以看到人生的百态，你只要一发红包，所有的好话都出来了。如果你不发红包，没有一个人会屌你，这就是现实，现实的社会就这个样子。但是我每次抢红包吧，如果旁边有日本朋友在的话，他们就觉得就是好，很奇怪的。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发红包？但是他说我们日本人好像群里没人发红包的。我说可能是风土人情不一样吧。这个我说发红包在中国是一种文化，叫红包文化。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，这是龙哥自己想出来的。那我对日本人说的话也就这样说，让他们知道发红包在中国是一种文化啊。否则人家会想不通的嘛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要把这些不管是好还是坏，只要有意义的事情要跟日本人去分享，让他们慢慢习惯我们中国所有的一切的文化啊，然后慢慢的拉一个群，里面都是日本人，也教会他们怎么去发红包，怎么去提高朋友之间的一种互动。当然如果你只是靠发红包来提高兴趣度或者是互动性的，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太假，大家都是看着红包去的，然后红包一出来，好话全部出来，红包不出来，只是发一个链接过来，没有人下面会发一个弹幕啊，留一个言啊，祝贺一下，什么都没有，我觉得很假很假很假。龙哥不是，龙哥抢每一个红包都会说感谢一下。但是如果我抢到一分钱的红包，我绝对不会感谢。相反，我心里就会说：“你他妈这是怎么一回事了？红包嘛都是那个，你发的稍微高一点，不要什么一个群100个都是一分钱的，就人人都一样的，一分钱一个人。然后他发100个红包，每人一抢就是一分钱，你说有意思吗？没意思，背后还要让人家说话，对不对啊？那你看龙哥发红包就可以，龙哥发红包都是这样发的。”10块，7个，20块，10个啊！但是发再多呢，龙哥就不太舍得了。就比如说，你叫龙哥发50块，我、不是，也不是说龙哥抠门吧。如果像我的闺蜜啊，像我的几个好朋友，他们都知道，龙哥不会轻易发红包的。除非是有非常有具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，龙哥就啪一个红包就出去。包括我在我的家族群什么群里面，我现在也不是非常的去特地的去发一个红包或者怎么样啊，也不是说龙哥小气啊，我觉得有时候发红包就是为了提高一种兴趣，像节假日过年啊，发发红包喜气，大家抢一抢，大家就开心啊。其实我们这些习惯人家其他国家的人都想不通的，真的想不通，连龙哥自己都想不通，他们怎么会想得通呢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好吧，那今天的红包事情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。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，我是龙哥，感谢关注每日动画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，这位，大家好好休息，保持免疫，龙哥闪亮退场，没有其他事情可以说啊，我的视频不可能到达瓶颈。每天总要找一些话题和大家聊天，这就是龙哥每天的任务，好不好？不多说，闪亮退场。